等一下记者会就要开始，我们往里面会场啦。师傅，哎，祝福你，也感恩你，感谢你。那从一个小的医疗诊所，对小小的医疗诊所，那到今天的一个区域医院，啊，他不仅把他自己的一生奉献在云林，啊，他中间呢也奔波到美国、欧洲等地，去筹募相关的资金来发展这个医院。他这个95岁的一个高龄，那么在这个地方算是他的根。算是他的第二个根，所以我们对于毕春的尊敬跟毕春的照顾，我们是未来，我想代表县民来感谢他。